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电玩游戏战舰世界 World of Warships 最近登上游戏平台 Steam， 并把台湾军舰标注为 Taiwan， 中国战舰则标注成 China， 形成两岸一边一国的状况，让不少中国网友当场崩溃。从战舰世界的军舰介绍上可以看到，沈阳号 Shenyang 后面载明是台湾船舰，中国的抚顺号驱逐舰后面则加注 China， 标志出这两艘船舰来自不同国家。许多强国网友见状玻璃心碎了一地，开始在网页上留言谩骂并给负评。有中国网友批评，他喜欢台湾也喜欢中国，但是不接受游戏把台湾称作一个国家。台湾 PTT 乡民看到消息后，迅速集结推爆战舰世界，并纷纷呼吁中国网友不爽不要玩，还邀人表示可恶想买，想要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游戏。